没地儿买后悔药去。中央电视台的艺术品投资栏目和丹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寻宝活动正热热闹闹的办着，谁想中间出大岔子了。前天嘛，评选出的宝物进行隆重的亮相仪式，配合着专家的讲解，李小姐拿着一面战国青铜镜亮相。这镜子可是不一般啊，充分反映了2500年前的工艺水准，上面镶了11颗绿松石，咋镶上去的到现在啊都是不解之谜。可是就在李小姐把古镜从这只手倒到那只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古镜突然间从盒子摔地上，当时所有人都懵了啊，说这个现场一时间是鸦雀无声，就听啪啊，李小姐和专家最先反应过来，蹭蹭蹭，赶紧把这古镜捡起来，可是镜子已经碎成了很多片，一件稀世的宝贝瞬间就变成了垃圾，它的主人可是心疼死了。他说这面古镜他已经收藏了16年，已故的画家陈逸飞曾经出价100万美金向他购买，他都没卖。不过栏目的负责人承诺说，这个将邀请国内最著名的青铜器修复专家将这面古镜全力修复完整，咱们希望破镜能够重圆啊。准备用什么胶呢？再一个，普及了一个知识，说这个青铜镜啊，它不是青铜的，能摔碎的啊。